可以跟我说呀！你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他肚子里是有孩子了。你这个老笨蛋，自己都要生儿子了都不知道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你想用那个药打下胎儿是不是？没错，你杀了我吧。这孩子是谁的？不用问了，我说了让你杀了我，为什么还不动手？ 我不杀你，你告诉我，这孩子是谁的？是你？不是，我是夫人为神明，岂敢造次啊！你这个老头，她是你老婆，孩子自然是你的了，瞎起什么迷信呢？真是老糊涂！ 你要再说，我就拧断你的脖子！原来是你这个叛徒！教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跟我们可不相干。是啊，谁也别想活，我跟你们同归于尽！ 这有船，快上船！韦小宝，你要跑吗？跑？不跑？跑什么跑啊！啊，这边风景好吗？他们两个没来过，所以我带他们来看看风景。哇，你看那边！是啊，真好看。<笑>看风景？那为什么不带我？师姐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他一直对你很好的。 你还发过誓，说要当他的，你不是忘了吧？我只能听从夫人的命令。你不过是吃了夫人的药，我也吃过的呀。夫人，你给我回来！夫人，我们快走吧，趁现在。啊，夫人。 你说，你跟我们一起走？这里只有一艘船，只能一起走了。教主要杀我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叛徒，我杀了你们！滚！走走走走走走！ 夫人，背叛我的人，我全把他们给杀了。你回来吧。夫人。 你回来吧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会原谅你的。回来吧，夫人。上！好机会，咱们赶紧上船！快快快快快！来来来来来，上去！ 我先把他们两个杀了，然后再找你们算账。
叛徒！难道你也背叛本教了吗？你这个叛徒！你只顾你自己。如果我帮你的话，以后你也会把我给杀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我的内心就已经背叛你了。就从你逼我做你妻子的那一刻，我就恨你入骨。叛徒！叛徒！ 你们全都是叛徒！爹呀，他，小强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在这里的五个人，那都是，反正你一个都不能杀。你要是敢伤害他们其中一个，我立刻自杀。我不但不告诉你宝藏在哪儿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啊！哦，啊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 啊！难道肚子里的那个野种是你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宝藏我可以不要，我要你的命！小宝，快走！老婆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啊！相公，小心啊！嗯。 神龙教主已经死了，我们走吧。还愣着干嘛？快上床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居然抢人家老婆，你怎么又跟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勾搭上了？我打死你！你要是再说这样没规矩的话，我就杀了你！我打，不过你我就饶了你呗。 小宝，看他这……别说，小宝，怎么说，我跟他也算是夫妻一场，让我把他安葬了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安葬他也是应该的。 小宝，以后咱们是住在这儿呢，还是回中原啊？这个地方是万万住不得了，洪教主跟陆先生的鬼魂，非向我们索命不可。不过，要是去中原，这皇上又会捉我去杀头的。对，不如我们去通吃岛吧。通吃岛在哪里啊？啊，那座小岛就是通吃岛了。 如果你喜欢去那里的话，我们就去吧。好，什么破荒岛？我才不去呢。你要是不肯走呢，也没关系。那你啊，就留在这里。
不过，这座岛上有很多恶鬼啊，还有无头鬼、断脚鬼，还有被大炮轰出肠子的拖肠鬼啊，还有专门摸女人肚子的剁手鬼啊，还有你这个专门胡说八道的妖蛇鬼。以后你敢打他一下，我就打你十下；你敢踹他一脚，我就踹你十脚，听见没有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这么护着他？你自己老公死了就来抢别人老公啊？你老公还不是一样也死了？哎呀，贱人，你老公才死了呢！哎，行行行行行，行了，都少说两句，这不冲我眉头吗？什么？他也是你老婆？你以后再敢说出一句这样无理的话，我就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。那个毒丸的解药，我上船以后就给你们。谢谢夫人。别说什么夫人属下的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以姐妹相称。你们喊我全姐姐，我就喊你们妹妹，好不好？谢谢全姐姐，谢谢全姐姐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。